继续来看彰化县庆祝建县300年，要公开来评选到飘逸甲飘志，希望选出到上有代表性的作品，让大家看到彰化的美好。彰化县庆祝建县300年，为清朝雍正年间开始，彰化真侪人文特色拢保留到即马，像八卦山的大佛、鹿港老街、海牛彩鹅，拢是彰化的代表意象。或者说我们的霸王啊、控马等，从我们大家知道受欢迎的田中这个马拉松啊，全国唯一的海流文化，彰化也有很多工商业的一些隐形冠军。彰化县政府即马公开定选建县300年代表金句飘逸甲是甲设计飘志，希望有社会大众参与，结合彰化意象题材，好大家拢会使看到彰化的美好。就是希望大家能够透过大家的一个集思广益，把对彰化的好、彰化的美，或者我们的这个视觉的一个效果，能够设计出来。那我们呢这个部分呢，在征选，总共到11月10号截止。县政府伫第一阶段透过网络公开征选代表金句甲时刻的标志，作为庆祝建县300年活动的前兆庆。彰化县跨越3个世纪，伫现代科技社会中展现古典人文的风情。